管教，这干单的啦！上一代都说为了我的未来，教我很多的。小提米，有他吗？打碎花瓶，还昂贵的，这在我们家阿里西迪哪里？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文明人呢，处罚前要有依据嘛，先看一下花瓶破的怎么样。打破花瓶在哪？欸，我找不到打破的花瓶。这样没有任何依据耶。就在我们家 ，No problem 啦。啊，管教管教，管教，是伊那波，是伊那波，想起我没生球。嗯，没反应啊。啊，用拳头太暴力了是吧？哦，我们文明人，我们文明人啊，我们文明人用圣水配就好。是伊那波，给小。诶、欸，圣水配不行吗？啊，我们以前都是用衣架啦，啊、衣架。可是，拍手，我没有衣架哈、啊，小提米。我是擀面棍，加双响炮，我。靠，你这新加坡面皮足高的吼、哦，哈、啊。我们以前还有加九拖鞋。啊，拍成我们也脱袖子这个、啊、小吉米，我的，讲了你死你死你的爸，啊啊！你要大声什么啦？我你这囡仔爸爸陪只狗，我怕袂惊你你，我的我的爸爸。弹起来了！哇！你今仔破鬼小卡通哦，唔惊呢？啊！哦，有够吵的！啊！要处罚小孩的话就要禁止他进行任何娱乐。拍谁啊，小提米？恁阿爸我亚洲台湾出生的，细汉就是安尼学的。反正这件事以后我就忘了，但若你长大以后还记得。就我轻轻的叹息后悔，这对不？那就是你不孝。